各位同学，大家好，来到我们古尊胜素盘市丁点。好，我是蔡春远蔡老师。好，今天呢，我们看到是一个这个高开之后震荡走高。好，但是呢，中场之后呢，做了一个明显的红翻黑。哦，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成交量不够。好、哦，量能不出，动能不济。所以呢，你看到盘市上的一个部分哦，这个今天的成交量只有两千八百九十七亿。好、哦，跟昨天的两千八百六十八亿哦。 实际上都是一个低量区，那这个量呢，潜水无鱼，好、哦，所以没有办法去支撑所有的类股啦，所有的个股啦，所有的这个族群，或者是所有的概念股、哦、出现百花齐放，或者是类股齐扬。但是呢，这个时期同时也存在着什么呢？你看到从这一段到这一段啊、哦，做一个狭幅震荡整理，那属于相对比较强势的。你会说，诶，最近的量都不够啦、啊。 指数也没有做一个明显的冲高，那为什么会相对强势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哦、啊，这一波的结构，你看到这个部分、啊、反弹起来，这个区间是属于高姿态的震荡，它并没有是是这个结构是属于反弹以来马上做压低，或者是 N 型的压回。 它不是走这个结构，它也不是走这个结构，它走的是一个横盘的高姿态震荡。那一般这样子高姿态震荡是属于反弹结构里头未结束或未完的现象，也就是说呢，它随时可能会再出现一个，比如说 A 浪的这个一个调整，然后呢震荡之后的 B 浪强势。 再走一个 C 浪的继续的一个反弹，那反弹的结构当中呢，它以 A B C 的结构好来去做一个进行，好，因此呢，我也跟同学们提醒了，就是呢，这个结构当中里头，当它量缩到这个横向震荡的最小量的时候，小量的低点，好有它的防守意义，小量的高点有它的一个。 短转,转强的突破的意义，那也就是说呢，今天的这个昨天的一个量能的低点，它是被跌破的，好、哦、代表呢它要回撤下缘支撑，回撤下缘支撑。那如果呢这个量持续的再出现更小的量能，那你的基准就是以更小量能的防守低来做一个观察，然后防守高来去做一个短强的突破。那最重要的是上档的压力跟下档的支撑。 你任何任何的压力突破，假设这里要往上走，做一个突破，你都必须要有量价配合，必须要有成交量，必须要有表态的讯号。好，所以呢，目前都没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它就是一个个股表现，好，是一个个股产生出个股结构差异性比较大的时期。但是呢，这个时期里头也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弱者蓄弱的现象好，比如说你看到像这个台数啦。 南亚啦，好，这一类型的一个个股就非常弱势，它就是怎么样呢？它就是属于这种弱者蓄弱的一个结构，弱者蓄弱。像南亚这种过去的绩优生呢、啊，它还在一个低破低，而且它领先先跌破了股灾的低点哦，有没有？台塑也是一样，台塑四宝都是如此，领先先跌破了股灾的低点。 好不好像台塑化也是一样，股灾的低点在这里，它领先都先做一个跌破，所以呢，弱者续弱，但是呢，有的是强者续强，那有的是个股差异性很大，好像我们先前跟各位提醒的，像设备股，设备股里头，你看到像这个君豪啦，君豪从二零二零年，它组了一个叫做 G Two C 联盟，同学你知道吗？当时三家公司哦，君豪，对不对？ 五四四三，还有六六四零，还有一个二四七六七，对不对？这个致胜，这三家公司呢，当时在二零二零年组一个联盟，叫做 G Two C 啊，G 就是两个 G 的一个一个公司名称的一个的一个这个开头，然后跟一个 C，G Two C 联盟后面都有一个加，加就是后来东台了东杰也加入，当时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市值不到一百亿。 到今年二零二四年，它市值已经三家公司已经加起来快一千亿了，九百多亿，成长了十倍，成长了十倍。所以呢，这个结盟式的状况，它可以怎么样？截长补短，它可以怎么样呢？做到合作共众效，它可以强强联手。所以呢，市场当中也有这种拉帮结派的，但是我跟规定你呢，就是说，你如果是要拉帮结派。 由带头大哥去拉帮结派，跟着巨人就能够吃香喝辣，是相对最好的。比如说台积电，台积电呢这两天他邀请三十一家公司来组成细光子产业联盟，啊，细光子三十一家哦，那其中国内外的公司都有，好、啊、像这个新思啦、啊，好、啊，包括像我们国内的这个细光子联盟也非常多，好、啊、像联军啊等等哈、啊。 那么其中呢，这个细光子联盟的一个部分里头，它在明天的半导体展当中，四九月四号到九月六号也是重头戏。二零三零年全球细光子半导体市场规模将从七十八点六亿美元，相较于二零二二年的十二点六亿美元，年复合成长超过了二十五点七个百分点。好、哦，看准这个庞大的商机，台积电吸手，日月光投控啊，三七一一的日月光投控。 然后呢，等三十一家厂商呢在展会期间正式成立，然后呢，semi 细光子产业联盟共同制定产业的标准。所以呢，拉帮结派的这个部分呢，一个联盟从 G to C，G to C 加，哦，跟着 G to C 加，这个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标杆，好，甚至一个标准。而且呢，刚好它也搭上了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 大好的前这个一个前景，所以呢，整个市值整个这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市值从不到一百亿拉到了将近快一千亿，好、哦，其中像君华，君华甚至呢走到了一千元的千金之股，对不对？然后包括像智胜也是一样，都是创新高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你看到君豪，你看到从股灾的一个部分七十九块钱到这个一百六，有没有？它涨了一倍。 好，包括像二四六七的智胜这一波，它也是领先创新高。虽然短线上有做一个压回，但是呢，这个都是涨多拉回正常的现象啊、哦。你看，它像军华也是创新高，来到一千块钱，六百多到一千，虽然涨多也是拉回，可是都是领先先相对强势，而且呢，这四年市值成长了十倍左右。所以呢，跟这个有拉帮结派有关系的、哦，你反而都要特别留意，它都是盘面上资金的焦点。比如说像。 联军，联军股价创一些历史新高。那还有哪些个股是有机会的呢？你看那像君，像军豪、制胜、军华，甚至东台、东杰，这个就是 Two 系联盟，我们都知道了嘛。那接下来的细光子联盟总共三十一家。那么除了联军之外，还有哪些公司是比较值得做锁定跟追踪的呢？甚至呢，接下来还有台积电重启。我们跟各位说过，强强联手，只要带头大科。 带头大哥重启拉帮结派的话，或者是做这个商机的话，商机都很大。比如说呢，这个辉达要台积电去怎么样重启玻璃基板的一个研究，那玻璃基板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联盟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像八零二七的泰森，我在节目当中跟贵电林过，你看到它相对强势啊。今天大盘是这个这个一个由红翻黑啊。 它盘中还一度的亮灯涨停了、啊，啊，盘中一度的亮灯涨，然拉一百二十一点五，创下波断新高，中场也是相对强势啊，它是它就是玻璃基板大联盟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个股，好，所以呢，这个拉帮结派的个股里头，你反而都要值得锁定跟追踪，就好像当初怎么样呢？当初台积电说。 三七月一号说要说说要做什么呢？他要做 FOPLP，三年之后要量产，而且呢，他买下了群创的南科厂，啊、哦，群创的南科厂，对不对？在这个群创的一个部分南科厂，他做什么呢？就是要去支持开一条 FOPLP 的一个产线，三年之内要来去做一个量产，这个对于。 一个新的题材、新的商机就产生出商机非常大的一个机会，所以你看到个股的反应里头有没有看到？从我们先前跟贵丁宁的像这个这个工具机的个股啦，好、哦，结合了结盟的金源设备股，然后呢股价的反应都非常好啊，包括像这个半导体的化材股啊，这一波也是非常强势。另外呢，设备股都先做一个攻高，有没有？这个是因为搭上了台积电，台积电呢站在巨人的一个。 的一个肩膀之上哦，看得更高，看得更远，所以呢，台积电相关拉起来的，它要做的商机的，你都要值得留意。那如果这份资料想要拿在手上，免费的送给各位哈，你可以把握住电话的机会，把握住加上老师 l i e 或者是小老鼠 GSD 一六八零二二三六九三三三，好，3, 你可以来电免费做一个索取这份资料的一个情况，掌握住对的趋势，对的产业就容易掌握住标股。你像看到像台积电。 海外的一个布局代表什么呢？它的资本支出往上做一个大引。营收也开始创历史新高，资本支出的一个冲高。好，这一张这一张新闻是七月一号，它是七月一号，二零二四年七月一号。那当时呢，这个台积电传要。 要投入面板级的散出型的封装，就是 F O P L P。其中呢，F O P L P 的一个部分呢、哦，它有它的优缺点。好、哦，优点的一个部分就是它可以可以密度更多，它符合更大尺寸的一个部分，同时它也能够降降低成本，同时也能够降降这个降效。所以呢，对于怎么样呢？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当中哦，你看过去群创也做了很久。 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很大的一个商机的爆发，一直到台积电这个巨人要做量产，才出现比较大的爆发。所以呢，全球大势所趋，跟紧巨人就能够吃香喝辣。你看到像像这个 FOPOP 的一个个股里头，比如说像三五八零的有威科这一波呢，它就是从这里七月一号在这里，当时股价已经连先领先反应了，后来在七月一号左右这里再反应一波，有没有？ 那当时我们锁定的这个 f o p 2 p 概念股的三五三五的精彩科也是一样，六月份反映了一段，七月初再大幅反映，反映这么一段。那最近呢，做了一个震荡整理，所以呢，这个都是因为跟紧巨人就能够吃香喝辣。你看呢，像 f o p 2 p 的三五三五的精彩科，啊，不到四十块钱。 啊，涨到了这个八十七块钱，我们八十五块钱获利卖出，获利了一百零八趴。然后后来拉回的时候呢，我们再做一个低接回来，低接回来之后拉了两根涨停，甚至呢创了一个新高。这个就是 FOP 了 P，买股票就是买未来，不是买现在跟过去。好、啊，因此呢，这里这一份资料啊，我就提醒同学们，你可以把握住这个来电的一个索取，或者是加石老师的 line，免费的做一个索取。 索取什么呢？索取拉帮结派这个联盟股的机会。G Two C 联盟你都知道了，像君豪啦，像智胜啦，像君华啦，像东台啦，好，一一的出现一个大涨。尤其东台最近这几天，对不对？股价的反应也是反映出强势的啊。主要是因为呢，它也搭上了这个半导体设备，再加上呢，它加入了 G Two C 加的联盟。另外呢，就是跟这个爱斯摩尔的部分也做了一个合作。 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产生出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强势。那另外呢，你看到像细光子联盟，台积电要做细光子联盟，这里头三十一档个股也有值得注意锁定的一个标的。那另外呢，玻璃基板大联盟，除了我们跟各位介介绍跟丁宁的像这个泰森之外，对不对？甚至我们先前丁宁的像联测之外，联测你也有目共睹，对不对？从八八月二十六、八月二十七到八月三十的一个的一个亮灯。 而且呢，也有目共睹，创下了高点、啊、好，啊，这里创一个新高啊，这里拉起来，拉回，这里创新高，对不对？然后呢，我也跟各位提醒说，在 FOP、L p 的一个产品竞争的优势，还有呢，玻璃基板未来的大势所趋，甚至像细光子的技术开发，其中泰森的部分，它是属于大联盟的一档个股。 然后八月二十七，股价从这个不到一百块钱涨到一百一，涨到一百一之后呢，到今天为止还出现怎么样？还出现亮灯涨停，而且呢再创下波段的新高，我、哦、来到一百二十一点五了，啊一百二十一点五。那同学，你看到我们从低档跟贵低零到现在，这一段也是很明显哦，出现一个多方的。 供给跟获利，那还有什么个股是属于值得你做锁定跟追踪的呢？掌握住对的产业，就对的趋势最容易掌握住标股呢？那这一份资料上是免费的把，把它带给带来给同学们，希望同学们把握住大联盟的机会。从西光子联盟哪些个股值得留意？玻璃基板联盟哪些个股值得你做一个锁定跟追踪？把握住电话的拨通零二二三六五九三三三，3, 小老鼠 G S D 一六八。 来做一个掌握了，时间关系，我们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下次再会喽，拜拜。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